丁大哥，洗脸水给你打好了，快来洗吧。啊，嘿，梅香姐姐，你就上外茅房啦？哎，快来，叔叔替你洗把脸。梅香正不知该如何回阿蛮的话，见状忙道：可不敢劳动丁大哥，还是让我来。阿蛮，蹲下，咱们洗香香了就去吃早饭。大宝，你也要去学堂念书啊？什么叫又要去学堂念书？基本天天都要去的好吗？你长了手，应该自己洗脸。你去学堂，我替你看毛球呀。你连洗脸都不会，我哥才不会放心让你看毛球呢。洗脸有什么难的？谁说我不会？我洗给你看。他抓着毛巾往脸上一通乱擦，水洒了一地，衣上、领口、袖口、胸前顷刻便湿了一大片，气得梅香瞪眼二妞，忙拖着他回房间换衣裳去了。梅香姐姐，我要喝水。要喝自个儿倒。我给你倒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别碎了杯子啊。他哪配你给他倒茶呀？还是我来倒吧。喝吧，见人拉屎屁眼子痒，别人干个啥你都要跟着凑热闹。大妞扭头看了眼梅香，孟氏也爱用这话说他们几个，直觉爱用这话说人的都不是良善之人。为什么说我不配他给我倒茶？我娘说了，人都是平等的。